家都應該在深圳起城牆不讓他下來啦，那百五人 cancel 了他啦，一定是那些圍牆最後是有電的，電一下都死了，萬里長城就在那裡，或者你給我真的升他兩把，即你什麼人來的真的。我不相信美國人會接受 Mrs. Clinton，因為他做過國務卿，做過總統夫人，你上去做跟奧巴馬做這八年一樣那麼街，你沒有機會有新東西。他那個電郵事件已經很不對了， Donald Trump 真是壞得不要緊，都沒有人得閒聚焦講希拉里的問題。他當時是去向那些華爾街也好、銀行也好各方面的大亨是做閉門演講，一場可以收成$500,000，哇，這些是很天文的數字。咁你實在邊個先係真嘅希拉里呢？咁人哋梗係相信，梗係俾好多錢你講嘢嗰個先係真啦。It's about time。因為世界向下走啦嘛。嗱，我唔貶低女性，大家實質女英雄最強嘅國家係咪女性？嗱，唔驚希拉里再嚟美國亡國噶咯喎。咁有個女嘅區議員，我老公就梗係唔想佢選啦。後來咁即係睇到佢樣子，佢一定要去。好啦，嗱你去還去，所有屋企嘅嘢全部做好曬，咁然後你就去選啦。喂，即係你有冇搞錯啊？即係你俾我真係升佢兩把，即係你咩人嚟㗎？真係受孤大家都知嘅。咁如果佢話要從政，咁你贊唔贊成先？佢一定會嘛，佢聰明過Clinton百幾倍嘛，聰明嘅人就唔會做啲蠢嘅嘢啦。唔係從政係蠢，葉劉就啱做。即係我當然就唔贊成啦，你叻過又好，乜過都好啦。但係唔係要我贊成先可以去參選噶嘛？咁冇緊要啦，如果真正嘅選舉咩過都可以去選啦。輸梗啦，佢選議員都輸啦，大佬啊！佢贏邊？你講一樣嘅啫，女人得三樣嘅啫，美貌與智慧。佢選港姐係輸緊㗎啦，佢仲要唔識去拎噏成個泛民。到今日為止，你話俾我聽，佢領導嘅民主黨有邊樣嘢仲啱咗？你有冇諗過真係選特首？梗唔選啦！我選都選美國總統啦，我係董建華。香港而家天下太平到李光耀都扎翻起身睇我點做啦。所以我做特首邊有問題啫？窮嗰啲又信我，有錢又俾錢我都睇唔到個 problem 喺邊度。而家都應該喺深圳起城牆俾佢落嚟啦。那百五人 cancel 了他啦，我梗揀尖子啦，係咪先？我梗揀李雲迪同朗朗啊，最單落嚟彈琴俾我聽啊嘛。定係嗰啲圍牆仲要係咪有電嘅添啊？電下都死啊！萬里長城咁啊，喺度。